小雪，小雪，你赶紧过来，我找你有事，你过来一趟。咋的了？干啥来着？你忙活喊我过来啊？你过来，过来。你弟放学到现在就心里想一放，我回来看人也不在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也联系不上。你过来，你联系联系，看能联系上。俺老弟都这么大了，他就不会说丢了，肯定是不是去哪玩去了？给他打电话发信息，那还能丢了？这大家伙的，这是宝不都踢回来了吗？宝也踢回来，箱子也踢回来，那说明肯定是东西往家一放，人出去玩去，你别担心了。这哎呀，现在长得比我都高嘞，人家想拐他也拐不走的，那飞。那他要说一声呢，就吭声都不吭声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是不是你给他打电话不敢接？我给他回一个。你打我吗？吃了吗？还有心情吃？没人接了的。打电话。在不在？在不在？在不在？你老妈找你呢。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？赶紧给你老妈回个信息啊！她以为你丢了。快点的呀！你不快信息行了，不是他了，是他不是？啊、嗯，就是，就不是马上回来。是的，他说手机档案线没信号，刚才出去吃饭去了，回信息了。玩的呀！熊开，气死我了，手机也摔烂。出去吃饭也不吭个声，帮他压岁钱要过来给你赔个金的，给他钱手机都摔掉了，天，摔烂，他敢摔坏吧？这不担心了吧？就为了俺老弟每回一信息跑出去了，你都让我大老远跑过来，我这心那我不是担心吗？一直不回来，你也不想想，他现在1.75米了吧？啊，这么胖，他能咋的？他能丢哪去？不多了啊，这没事了吧？等我说回来了吧。嗯，再见，拿回家。大晚上的，我妈给我来个惊心动魄的。不过还好，就因为我弟出去玩了，没啥事儿。我现在回家了，出去今天出去培训了一天，可累了，回家睡觉去。